而接下来的文章当中又说到了圣诞老公公，另外一个有可能的来源，则是来自于北欧的神明，叫做奥丁。今天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片语，叫 be connected with。实际上，英文当中 connected 这个字的后方可以放两个介系词，你可以说 be connected to， 你也可以说 be connected with， 但是用法是有一点点区分的。当你说 be connected to 的时候，指的是跟什么东西有所连结。举例来说，这台电脑啊，没有跟网络连线，你就不能上网了。This computer is not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You can use it to surf the web. 但是当你说 be connected with 的时候啊，则指的是跟某一件事情有所相关。所以这个官员被人家发现，哎，他跟家暴有关系。英文就要说 The official was found to be connected with domestic violence。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festival 这个单词，这个字当名词指的是节日，尤其指的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民俗节庆。所以，比如说中文里面有所谓的端午节，端午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划龙舟，所以端午节在英文当中就是龙舟节 （Dragon Boat Festival）。而刚过的中秋节叫做 Mid Autumn Festival。当然，不要忘记过完中国新年之后有一个提灯笼的元宵节，所以元宵节就是灯笼节 （Lantern Festival）。Lantern 这个单词的拼法是 Lantern。到了今天的文章的最后面说，关于他的故事 ，Stories told about him。为什么 stories 的后方会出现一个 PP told 呢？是因为啊 ，stories 的后面省掉了 which were 这两个字，所以才会变成 told 这个字。以上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进行 for you chat。